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 最近去不到旅行，一定很挂住不同地方的特色美食了。今天就到我教大家做这个日式黄豆粉缺饼，原来只需要四样材料就做到了，即刻开始啦。真的很簡單就整到啊，但我即刻試下味道如何啦。缺餅的黃豆粉味很重，而且口感煙煙韌韌，加上黑糖漿呢，十足十在日本食的感啊。簡單三步就整到，很適合新手製作，大家都快點試下啦。Yoohoo！